花、献花、再献花。南韩总统尹锡悦三天内三度向梨泰院死者致哀，放低姿态，就是因为这次危机可能让他大卫不保。관성적인대응이나형식적인점검으로는국민의생명과안전을온전히지킬수없습니다장관들께서는무거운책임감을갖고하나하나꼼꼼하게점검해주시기바랍니다下令彻查，因为光是警方就被指出至少两大疏失。南韩媒体 SBS 踢爆，案发前的报案电话不止11通，而是79通。事发4个小时前，112报案专线早就被打爆，晚上6点到8点间接了28通，8点到10点有51通，多了快一倍。说的都是梨泰院有人推挤跌倒，没人管制，要警察快点来。但是 ，Right there, there were 11 calls. No police, no anyone here.CNN 记者访问到已经住在梨泰院附近10年的非裔民众，说当晚就是没看到警察，而且 CNN 记者重回现场才发现警察局非常近。Because the police station, I can see the sign just right there across the street. 派出所就在斜对面，但为何无法及时动员 ？What we are looking into is that communication line, which should respond in a proper way.上级说要查，而前一天才成立超过500人的特搜部2号马上出动，大搜负责梨泰院辖区的龙山警察署。압수수색대상은용산경찰서와용산구청서울경찰청등8곳으로서울교통공사안전관리본부이태원역과다산콜센터도압수수색대상에올랐습니다过程中还有拿证物箱的警员被记者追着跑，龙山警察署长遭受停职处分，外媒还聚焦另一大致命缺失。看着如今只剩法师宋金生和家属哭声的梨泰院，当地店家悲伤又无奈。I believe it was preventable. Local officials, police, and firemen checked out the area the day before. They should have known how many people would come out. 当地员工说，前一天就看到警察去敞刊，那怎么会没料到有爆量人潮？尤其是在当天下午4点，人就已经比平常还要多。来自法国的交换学生自拍影片，刚开始还笑得出来，之后就开始感觉不对劲，前后都是人，而且还涌入更多的人。And down here you have the main road, 4 lanes, which just a couple of weeks ago for a festival were closed to traffic. It wasn't closed to traffic on Saturday, meaning people were condensed more in this area. CNN 取得了民众在当晚9点钟拍摄的影片，看到通往后街的巷道已经是黑压压一片，而约在半小时后拍摄的照片，还是有人不断从地铁站出站。A question of starting off with the basic geometry, looking at the crowd flow. Was it reasonably foreseeable that this could exceed safe limits? If it's reasonably foreseeable, it's predictable and hence it's preventable.国外专家就点出，最基本的人流控管评估，这一次首尔警方似乎完全失算。Every time when there is a Halloween party, when there is an event, it's not only Halloween.They usually block the road. They didn't do that this time. Yes. 之前人潮没破万人的活动都会封街了，这次居然什么都没做，让多少家庭就此破碎。家属认领死者遗物，情绪溃堤。还有另外当天也在现场的好几万人，至今心情难以平复。My lungs and my chest were completely flattened, so I couldn't inhale. I couldn't expand my lungs to breathe.来自墨西哥的女学生说，当天她被夹在人群中，双脚麻掉，吸不到空气，不知道怎么撑过来的。네트라우마때문에지금그날이후로이틀째잠도못자고있습니다그래서기억속에떠올라서이제사이렌소리만들어도예공황이오더라고요还有像这样的年轻人，余悸犹存，吃不好，睡不着。南韩政府紧急把巴士改为行动咨商室，想要协助民众疗伤，为这场惨痛的人祸补破网。TVBS 新闻综合报道。对南韩来说，今年是最沉重的黑色万圣节。
悲伤音乐，黑衣素服，没有庆祝，只有无尽的哀悼。손자손녀가토요일날이태원에간다고그래갖고걔거기뭐타러가냐그러니까그냥뭐축제가있다고그래갖고순천향대병원에있더라고네순천향대병원白发人送黑发人，痛彻心扉。没想到孙子孙女说要去梨泰院玩，最后竟成了冰冷遗体。연락이라도할걸미안하고얼마나아팠을지哽咽的送朋友最后一程，首尔广场设置了大型吊唁处，让各界哀悼。事发地梨泰院如今听不到电音嗨歌，只有法师的诵经声回荡，一片死寂。제선배가한분이돌아가셨다고들었습니다제가아는분은아니지만그래도이제건너건너아시는분이돌아가셨다하셔가지고그런생각도해서정말되셨습니다让罹难者亲属难受的是，遗留在事故现场重达1.5吨的遗失物品，从11月1号起开放失物招领。这些鞋子、衣物，有的沾染血迹，有的满是灰尘，光看都能想象当时的推挤程度。还有伤者包扎着伤口到现场认领自己的物品。가방과파우치모자신발안경즉석사진에이르기까지희생자들이남긴마지막유품들은이곳에서찾을수가있습니다每年都有的狂欢派对竟然失控，不止年轻人，大家都想知道到底哪个环节出了错。都还没说就先鞠躬道歉，因为警力部署就是第一个被检讨的问题。当晚梨泰院涌入10万人，警察只有137人，等于一个警察至少要负责700到1000人的人流管控，根本做不到。再加上太过大意，사고가발생하기직전에현장의심각성을알리는112신고가다수있었던것을확인하였습니다根据南韩媒体报道，最早在当天晚间6:34就接获了民众报案提醒，现场很混乱，但是却没有及时加派警力。그럼에도불구하고112신고를처리하는현장의대응은미흡했다는판단을했습니다第二，是否有单位主动进行疏运？因为根据统计，当天梨泰院站的乘客人数已经是去年的2.6倍，超过8.2万人。地铁是否进行过站不停等疏运？现在首尔市和警方的说法都不拢。警方说，当晚9:30就有提出要求，但是负责管理地铁6号线的首尔交通公社说，是直到当晚11:10才收到要求过站不停。This whole gathering, I should say the most important one was the crowd management. If it was proper, although there are many people, they might have flown in a proper way.而在事发3天过后，首尔市长吴世勋终于召开了第一场正式记者会。道歉之外，他还哭到话都讲不完。그렇게말씀을하셨는데오늘아침에首尔市长多次哽咽沉默，说不下去，最后面挤出这句话：“사죄의말씀이늦어서죄송합니다。”再来就是各界是否都少了危机意识。The Korean authorities say this was an unprecedented gathering, that they don't have a guidebook or a manual for a gathering like this without a single organizer, like say a concert or a sports event. 过往梨泰院的万圣趴是首尔必玩派对之一，而过去一直都没出大问题。Did you ever feel at risk going out at night as a young woman in the city before? No. It is like...We are safe here. Like really, nightlife in Seoul is really, really safe. 就像这两位法国交换学生，民众大多认为到梨泰院玩乐放松是很安全的。看到人潮只觉得热闹，不认为有危险。今年在日本涩谷、香港街头的万圣趴照旧万头钻动，但是在南韩梨泰院已经不再是派对
欢乐的代名词。 TVBS 新闻综合报道。首尔梨泰院看不到平常热闹人潮，取而代之，花束和蜡烛堆出纪念区。All, you know, each of these flowers, each of these candles, they symbolize people who died, young people in many cases. 超过150人来这里参加万圣节派对，却再也出不来。그여기에도갑자기일이생겨서또갑자기죽어서또기분이좀복잡해요上百位死者连30岁都不到，五人是高中生，甚至有一名国中孩子。순전향대학교할아버지가해준것도아무것도없는데너무미안하고계속지금이렇게좀心碎得快讲不出话。南韩10月号以来死伤最惨重意外事件到底怎么发生的？当地时间周六晚间将近10点，梨泰院街道已经聚集约10万人潮，许多人刚从地铁站出来，四面八方挤向汉密尔顿饭店旁边这条又窄又有坡度的巷子，宽有4.2到5公尺，而且呢，在上面还有上面和下面的这个高度差异大概有4.6公尺左右，在这个5.5平的空间，当时已经聚集了数百人哦，再加上又是有斜度的地方，只要上面呢有人推挤或者是有人跌倒，就会像骨牌一样这样子。倒下来。10点左右，疑似传出有名人现身，人潮开始骚动，随后就发生推挤事件。Like the music was too loud, but we heard someone screaming, and then someone from around they said like there is people dying there. We thought that was a joke. 现场人群从巷子两端往中间挤，许多民众完全卡住，探出头才能勉强呼吸空气，敲打隔壁夜店门窗，还有人干脆往上爬墙逃生。In the middle, they got jammed, and they have like you know no way to communicate, and they like you know they cannot breathe. 情况越来越紧急，人群堆叠挤压，拼命喊后退，人海还是继续往前推，已经有不少人倒地失去意识。10点15分，救难单位陆陆续续接到80几通报案电话。2分钟后，警消全员出动，到了现场，却发现根本进不了巷子救人。사고당시이태원은발디딜틈없는인파로구조대원들이빨리현장에진입하기어려웠습니다현장에서구조활동을펼친의료진은질식으로저산소성뇌손상이온경우가많았기때문에응급조치의한계가컸다고토로하기도했습니다失去意识的民众一个个被往外抬。10点43分，警消宣布第一阶段紧急响应。And then the people went to the floor and they started to do CPR. And there was more people in the floor than people doing CPR. 这时才意识到灾难规模比预想的还要大，出动142辆救护车到场待命。It was so much blood everywhere, and some people just start pressing blood out of their mouths. They will try to like wipe the blood and try to give them mouth to mouth. Any situation that can help them.To come back to life, but they couldn't. 11点30分，案发过了一个半小时，警方终于首度公布两人宣告死亡。저도사실그날밤거의있었거든요그래서사실매년할로윈때마다나가는데但一具具遗体被运上救护车，死亡数字随着一次次更新往上飙。2시40분현재사망자120명부상100명총220명의사상자가발생했습니다截至周一，超过150人丧命，还有4000多起失踪人口通报。家属走遍各大医院，就是找不到人。정말잘못찾았어요아까명단확인을확인할수없는실종자없어요回到梨泰院现场，封锁线内一片冷清，店家全数歇业。事发小巷子里，各种万圣节装扮、气球和垃圾还留在原地。사실할로윈대회를저도좋아하고이걸즐기려면이태원이가장먼저생각이났는데疫情完全解封后，第一个万圣节庆祝活动却酿成上百人死亡惨剧，惊讶、不解和悲伤冲击南韩与全世界。TVBS 新闻综合报道。狭窄的巷弄中涌入大批人群，有民众被挤得受不了，惊呼连连。Oh my god! Oh my god! 万人齐聚的狂欢活动最后却变了调。汉密尔顿饭店旁边这条致命窄巷发生严重踩踏事件，酿成上百人死伤的惨剧。일단약한사람들이다돌아다니니까일반시민들이랑많이싸우게되고그
그렇게 되면서 이제 다치고 그러는 것 같아요. 그래서 경찰서도 아까 되게 붐볐고요. 首尔万圣节派对活动周末吸引10万人涌入梨泰院区，还有许多外国游客共襄盛举。只是这样大型的节庆活动，却只有100多位警察在现场维护秩序，最终导致悲剧发生。 She said she saw one person yelling and trying to help the crowd, but in that huge, huge mass of people, only one authority there trying to help us. Like I didn't see him either. 由于伤亡惨重，加上丧命的多是20出头的年轻人，有70多岁的民众从平泽赶来事故现场献花致哀，悲愤大骂政府，质问警察当下到底人在哪里。이 나라를 전쟁통도 아닌데 도대체 뭐가 누가 잘못해서 이런 거 왜 이렇게 신경들 안 쓴 거예요? 경찰들은 어디 있었어? 조금만 신경 써서 교통 정리를 해줬으면은 이런 일에. CNN 记者到现场连线时，也碰到愤怒的民众，彻夜在发生地点抗议怒吼。 And I'm going to walk you over here because the anger here is growing because people say that the government should have done more to prevent all of these young people from gathering in the first place. 这是南韩3年来首次完全松绑防疫措施，不需要戴口罩的万圣节。政府大肆宣传，当地酒吧跟餐厅业者也卯足劲吸引顾客回笼，却没有人注意到潜藏的危机。 Once the density, the parking density, the number of people per square meter increases above 6 or 7, there's a high risk of shockwaves, progressive crowd collapse, and people toppling like dominoes. 虽然前几年梨泰院万圣节都吸引超过10万人潮聚集，但因为过去没发生过事故，当局没有想到要加强警戒。首尔警方说，当天市中心有其他抗议活动，很多警力被派去维持秩序，导致梨泰院出了事后警力不足，延误疏散，更耽误了救援时机。这条路。 这个是梨泰院路，其实呢，当时在这个惨案发生的当下，并没有展开严格的交通管制，这个情况非常的混乱，导致呢很多的这个警车和消防车在惨案发生的当下是没有办法立刻开进来展开救援，也因为这样子而丢失了很多的这个救援的黄金时间。专家表示，只要有5个人挤压1个人，就可能挤断人的肋骨，导致肺部破损，甚至压坏头部。当晚梨泰院巷弄内挤入数万人。 置身其中的民众遭受到的压力可怕到难以想象。It takes 30 seconds to cut the blood supply off to the brain. If you've got too much pressure on your chest, you can't breathe. Oxygen deprivation sets in, and you get the phenomenon called compressive asphyxia or crush asphyxia, where literally the amount of weight on your chest is so great you can't breathe. So suffocation, compressive asphyxia. 梨泰院的万圣节并非政府举办的大型活动，是当地店家各自举办派对。尽管有店家发现情况不对，但面对如此庞大的人群，想要协助疏散或维持秩序，却心有余而力不足。Dus wij meerdere partijen gezamenlijk verantwoordelijk voor de veiligheid. Samen vormen wij een MST, een multidisciplinair samenwerkingsteam, samenwerkingsverband. En naast de organisatie en productie zit daar onder meer in de politie. De EHBO, de GOR, brandweer, maar ook een partij als Vision ISP om ondersteuning te bieden bij het flexibele cameratoezicht. 有欧美业者是专门与政府合作，协助维持大型庆典活动的安全。专家表示，人群控管是需要高科技辅助跟多个部门协调合作的工作。 De organisatie doet heel veel om de bezoekers veilig te houden. We hebben heel veel camera's in de stad hangen waarmee we de mensen allemaal volgen. We kunnen de loopstromen volgen, het gedrag van de mensen kunnen we volgen. En daarnaast hebben we natuurlijk heel veel beveiliging, hulpverleningsdiensten. We communiceren heel veel via social media. Dus heel veel rollen. 除了私人业者的科技工具辅助，政府也需要配合，维安人员更是需要训练演习，才能应付各种大型活动的突发意外，确保民众安全。TVBS 新闻于思颖综合报道。而这起意外发生是造成了上百人死亡的遗憾，想要请驻 TVBS 的驻韩特约记者钱豪带我们了解一下，韩国人是不是很重视这种特殊节日，以及为何人流都选择前往梨泰院庆祝呢？这个地点有没有什么特殊性？ 好的，各位观众，梨泰院其实有它的特殊性，没有错，因为这里第一个它很靠近美军基地，所以其实很多的在韩的外国人都会选择居住在这里。那这里有很多异国的餐厅。
酒吧还有外国超市等等都会在这边的，它本身就是首尔市内外国人最密集的地方，最具有异国风味的地方，所以在这里呢，万圣节还有之后的圣诞节都有很多人会来到此地庆祝，来到这边吃酒啊，吃饭啊，喝酒啊，或者是开派对哦。那另外一个问题是，南韩从今年中开始，陆陆续续解封这个松绑这个对于新冠疫情的管制，所以呢，观光客已经不需要再接种疫苗，也不需要隔离就能够顺利的来到南韩旅游了。那这几个月呢，可以明显感受到首尔市内的外国观光客不断的在回流哦。那很多的外国旅客为了方便，有比较能以英语沟通的环境，或者是有比较多的俱乐部可以展开夜生活或者是社交生活，就会选择在梨泰院或者是梨泰院周遭，比如说解放村、经理团路这些地方呢，来找饭店或者是民宿，或者在这边逛街哦。那另外呢，本国人南韩的民众也是等了两年多，好不容易盼到现在疫情趋缓，各种的社交的距离措施也都逐步的解禁了，终于能够好好的狂欢，所以呢，本国人也有报复性庆祝，想要一扫阴霾的这种心态存在哦。那外国旅客呢，也纷纷前来梨泰院这里，希望能也借由这个，包括本地人和外国人都希望能够借着万圣节这个机会来到梨泰院啊，这里的人潮就比往年还要高出许多。但其实，这个南韩的警方在首尔市内，警方呢最初为昨天所设下的重要任务呢是要扫毒哦，希望前往这个计划要前往梨泰院的各个夜店来加强取缔，结果呢，人潮规模昨天就已经来到累计已经10万人了，挤得水泄不通。这个警方完全没有料想到说，这个完全没有料想到说这个不要应该要配置这个足够的警方或者是消防人员，在重要的路口应该要赶快的实施这个管制或者是引导人流进出。那加上呢，刚才这个新闻当中有提到这个汉密尔顿旁边的这个汉密尔顿饭店旁边有这个斜坡的路段哦，在这个斜坡的路段有请这个斜度相当有一定的斜度，当涌进大批的人潮，那上面如果一发生推挤或者是跌倒，那就会像骨牌一样这样跌下来，而且层层的压住，所以就造成这一次死伤惨重的悲剧。那么其实在发生这个梨泰院事件之后呢，南韩的总统尹锡悦在稍早的时候已经宣布南韩进入全国哀悼期，但是再过两个月可能会再面临人潮更多的跨年活动，为了防范悲剧再重演，南韩政府有没有祭出新的管制人流措施呢？再请教钱豪。好，尹锡悦总统在今天上午召开了记者会，他当中宣布了一项重要的事情哦，就是要对接下来几个月全国各个大大小小的活动庆典来展开安检哦，确保软硬体都没有问题。特别是现在是秋季哦，旅游的旺季，很多的观光客都回流到南韩的。那接下来呢，要碰到冬天哦，各地都会有自己独特的祭典活动。那还有像这个首尔市中心，在跨年12月31号到1月1号这一天也会举行很有名的这个敲钟活动哦，也可能会吸引这个海内外的民众来参与。所以借由这回惨案呢，这个政府希望赶快来重新检验有没有哪里有疏失，哪里有出了问题，赶快来改善，来防备，尽可能的不让这个事件重演哦。但事实上，大型的公共安全事故其实在南韩一而再再而三的过去一直在发生哦，比如说曾经1995年发生过这个三丰百货公司倒塌，然后呢之后呢还有这个首尔过江的这个圣水大桥坍塌，还有体育馆崩塌。那最近我想大家最记忆最深刻的一次应该是2014年发生的世越号船难，当时呢造成300人葬身海底哦。每隔一段时间南韩就出大事，而且死伤都非常的惨重，南韩一直希望说能够借由这个经验来吸取教训，来改善这个软硬体设施，但是公安意外还是层出不穷，每次一出事都死了好多人，登上国际的版面。其实也可以看得出来，看到说我们当这几年我们很称羡南韩，特别是在硬体方面进步的时候，南韩各界也在反省说，在软体上能不能够从这个思想或者是制度上来改善公安问题哦，但看起来成效似乎还是有限，似乎还是要等到出了人命才惊呼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但而且这个实际上这几天看下来，这个小小的街区能够挤上10万人哦，
过程中都没有警消的人力来支援限制或者是来引导分流，这是我们初步就能够直接看出来的问题。所以呢，台湾乐听众在接触这样的国际新闻的时候，也可以试图去思考，像我们自己也有很多的跨年活动，或者是大型演唱会，各地也可能都有这种庆典活动，接下来都会一一的登场，包括主办单位本身，还有地方与中央政府，以及参与活动的民众本身，我们有没有去监督，或者是有没有本身去做好事前防范的工作，将问题的损害能够减低到最轻，就是透过这回南韩的经验可以重新来检视的。南韩总统尹锡悦和第一夫人金建熙领取白色鲜花，前往悼念梨泰院踩踏案死者。南韩政府特别在光化门视听广场摆设大型的灵堂，供民众吊祭。总统夫妇上前鞠躬致意，第一夫人还被拍到用手拭泪，神情哀伤。今年南韩原本要迎来解封后最盛大的万圣节，却因为踩踏案一系变调，举国上下弥漫悲伤氛围。정부는오늘부터사고수습이일단락될때까지국가애도기간으로정하고毕竟这是2014年4月沉默案后南韩最严重的死伤事件，不止梨泰院一片死寂，各地主题乐园和百货商场都纷纷取消庆祝活动。롯데백화점은잠실롯데월드몰팝업스토어할로윈파레이드등을모두취소했고신세계백화점과현대백화점도점포별행사를취소하고할로윈관련장식물을철거하고있습니다이태원참사를애도하기위한차원입니다受影响的还有釜山音乐节演唱，而原定10月5日举行的釜山烟火节确定无限期延后。踩踏案第三天，南韩火速拍板伤亡补助，将提供每人最高1500万韩元的治丧费，折合台币约35万。亲自走下狭窄的梨泰院斜坡，尹锡悦尽管在踩踏案隔天就到场视察，却因为说出是这里死了这么多人吗，引发网友不满，炮轰他欠缺同理心。南韩民众也认为这场悲剧其实可以避免。또통제도안됐기때문에어떻게보면인재라고생각합니다예저는개인적으로안타깝다는踩踏案还扯出警力争议。周日，南韩最大在野党共同民主党成员南英基在脸书指控梨泰院警力不足，是因为总统尹锡悦仓促把总统府迁离青瓦台，导致梨泰院所在的龙山警局得把大多人力耗在总统维安，等于间接造成悲剧。不过，这篇贴文目前已被删除。우리민주당은다른어떤것을다대처두고도정부의사고수습과치유를위한노력에国殇期间，南韩在野党决定暂时休兵，在真相出炉前避免互相指责。不过，南韩警方澄清说，今年的警力其实比往年还多。경찰은할로윈대비경력은2017년부터2019년까지경찰관을34명에서90명동원했던것에비해올해는137명의인력을배치했다고말했습니다今年五月才风光就职的尹锡悦，대통령으로서의직책을성실히수행할것을上任短短不到半年就面临诸多挑战，从北韩领导人金正恩重新化身火箭人模式，以及八月的暴雨成灾，一口气淹出半地下室住户悲歌，到处看灾，成了尹锡悦上任来最常做的事。제가저지되다보니까물이순식간에조리촌범람이되면그냥이게수위가올라가면바로여기가면직격탄을받는도로인것같아니요어제오늘장어到了九月南韩依旧不平静，受轩岚若台风登陆的影响，南韩又是水淹成灾，一片狼藉。난집이날아가는줄알았어집이바람이많이불었어요비하고많이불었는데其余灾情事故还有九月底南韩现代集团 Outlet 大火酿成7死1重伤，十月中轮到 SK 集团的数据中心火灾，当时导致市占率最高的卡卡奥通讯、行动支付和轿车 App 全部大宕机，服务停摆超过10小时，民众骂声连连。尹锡悦上任后也得面对南韩吸毒者年轻化的问题，尽管政府才模拟过弃毒攻坚，但这次梨泰院踩踏又引爆出毒品泛滥问题。긍정평가가 32.9%, 부정평가가 64.4% 로나타났습니다긍정평가는전주보다 0.2%포인트 하락했고无奈一连串事件还是冲击到尹锡悦的施政满意度，日前他在国会报告还遭到在野党杯葛，
尽管两党目前因为梨泰院事件暂停口水战，但国殇其后，尹锡悦跟首尔市长恐怕都难逃被追究的责任。TVBS新闻综合报道。我们刚在报道里头看到，就是在这个尹锡悦上任不到半年以来，其实南韩民怨是蛮深的。线上邀请到的专家是台湾智库副执行长董思琪，你好。大家好。好，那边要请教副执行长哦。南韩发生了梨泰院的踩踏事件，包括了秋季赏枫、演唱会等娱乐活动全面暂停。那么原本要举办为期两个星期的韩国购物季也取消了。所以要请教副执行长，你认为南韩的经济是不是会再更低？因为尹锡悦频频失言，民怨是否更深了？副执行长，是的。那我们可以看到啊，尹锡悦总统在这个看灾的时候啊，走到这个现场去，然后说啊，这里死了这么多人，其实是反映出他过去检察总长的这个性格啊。那但是他这个直率的表现，虽然在总统大选的时候获得了不少的好评，那所以以这个些微的差距赢得了总统的胜利，但是接连的这个天灾人祸啊，那使得他的声望也是持续的下降。那不过最近因为这个北韩对抗北韩呢是比较这个强硬一点，所以让他的这一个声望有一点点止跌回升，所以梨泰院这个事件呢就变成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不敢怠慢，然后马上就会到现场去啊。但是呢，韩国现在呢的确是面临到很严重的经济问题，最主要的原因是以出口导向的韩国呢，那他目前的这个韩币不断的贬值，而且呢这个为了因应这个物价调整物价那的以及这个对应这个通膨的状况呢又不断的升息啊，那所以导致现在韩国内部的就业是比较困难的。原本呢是希望说透过这样的解封之后呢接下来呢有迎接外国观光客能够来到这个韩国、啊、那特别是到了秋冬之际啊一开始现在是赏这一个所谓银杏树啊黄叶，然后还有包括这个枫叶啊，然后接下来会有这个下雪的这个季节啊，那本来大家韩国人都是认为说这个时候也可以开始能够恢复一些商店的商机啊，那特别是这些市井小巷里面的这些饮食店，那梨泰院本身呢也有非常多的这个国外的美食聚集餐厅聚集在那边，也是年轻人会去的地方啊，就没想到发生这样的悲剧啊，那想必这样的悲剧呢也会让南韩的这个经济啊原本想要去复苏，然后透过这个观光以及透过各种庆典节庆的方式能够吸引外国观光客和本地的人来消费的这样的状况呢也会大受打击，所以可以说是韩国现在面临一个比较严峻的经济上的寒冬。那么其实这起事件呢有好多的台湾留学生是在网络上面讨论说踩踏意外发生是跟韩国文化有关，喜欢一群人一起活动也不好意思拒绝邀约，那么相较起来我们台湾人个性就比较强硬了，遇到推挤会推回去，而且会勇敢的发出了警讯。据说啊，这个当天晚间其实大家来参加这个万圣节活动多多少少都喝了酒，情况更难以控制，所以要请教副执行长，你认为在网络上这种讨论说法有道理吗？那当然呢，这是这个当天发生惨剧的悲剧事件的一个条件之一啊，也就是说这个群聚性，然后同时呢是韩国的确呢是有这样子群体来聚餐，然后同时聚餐完之后会有这个不断的去转换下一摊这个续摊的这样的一个文化，那通常呢到第二次第三次都还是比较平常的，那常常会到第四次第五次啊这样子一个续摊的这个行为啊，那所以这个群体的用食用餐文化还有这个饮酒的文化，那当然是这一次会造成事件的一个因素，但是这个因素并不是造成这个悲剧的最主要原因了。那最主要原因是在于说在过去也曾经在同样一个地点也发生过有这么多人来聚集过哈。那昨天据闻是这前几天据闻是十来万人左右，那据这个韩国电信公司当时在这个附近的手机讯号来看的话，事发当时的附近的话大概是五六万人，不到六万人，五万六千人左右啊。那可是在过去呢曾经有过更加倍啊，那在据闻在2017年的时候梨泰院的这个万圣节狂欢活动呢大概有20万人左右，所以我们可以想见的是说这件事情呢会发生悲剧呢最主要原因还是因为对于这个管制的不当啊以及人流分流的不当啊，特别是在两条主要的大干线
一条是这个世界饮食街饮食商店街，那另外一条是通往这个捷运的最主要的路线上的这个连接的通道呢，事实上非常的狭小，而且同时也有一定的这个坡度啊。那过去的话这个之前在办类似活动的时候都会有设置警戒线，那同时会把人流来分流，那这次没有用这样分流的方式呢，当然也会造成呢这个一些意外的状况的发生。那至于提到说这个韩国的这个民众的个性比较强悍，民风比较强悍，会用回推的方式，或者是说会用这个争取自己权利的方式尽量往前推，就像刚刚新闻之中有提到的这个兔子男啊，是这个头戴这个兔子装饰兔耳的装饰男，他是不是这个始作俑者，那我想那也是诸多的因素之一哦。但是意外就是这样，意外就是在许多的条件综合之下呢，那同时在大家没有想象的状况之下发生了这样的情形啊。那所以韩国这一个事件也给我们一个很大，给世界一个很大的警示哦。毕竟世界已经在这个疫情之下闷了很久，闷了很久之下，想要有一些经济的活动，想要一些这些欢乐的庆典的气氛之下呢，但是因为这三年来可能就没有过去的这样子大型活动群聚的经验，那所以过去的一些这一个正常的一个流程可能没有按照过去的方式来行动啊。那所以这也是让不只是给南韩当地，那也给其他世界在现在在这个解封之后，那同时希望能够促进本地消费，能够希望观光客能够来，同时也到了年尾呢，还有圣诞还有这个圣诞节，还有这一个这个跨年的这个活动的各个国家呢，也都给予一个很好的一个教训和经验。的确遇到了活动，不管有没有主办单位，警方主动来做好人流的分流跟控管，才能够确保群众安全。今天非常谢谢台湾智库副执行长董思琪的分享，谢谢副执行长。谢谢。大批粉丝强行通过检查哨抢位子，出现第一次踩踏。晚上九点左右，人群涌向舞台，又爆发二度推挤。2021年11月，美国休斯顿音乐季的踩踏悲剧，造成十人死亡，年纪最小的只有9岁。踩踏事件时有所闻，全球史上最严重的一次发生在沙烏地阿拉伯，超过2300人命丧黄泉。追究原因，除了人流管制不善，斜坡地形也会让杀伤力再加倍。狭窄小路涌进成千上万名信徒。2021年4月，防疫模范生以色列超过10万人放心出门参加宗教活动，结果最后45死，数百人受伤。同样是斜坡的朝圣小径成了死亡之路。1992年12月31号跨年夜，也有斜坡地形的兰桂坊爆发香港有史以来最严重踩踏事件。由于第一排有人跌倒，导致后方人群犹如骨牌效应，一个压着一个，最终堆叠成5层人墙。胸腔科医师指出，一旦推挤发生，施加在人体的压力犹如千斤顶，短时间内就会窒息而死。胸式呼吸是要把整个肋骨抬高嘛，所以抬高会需要一个空间，需要空间把肋骨往前撑。那胸腔要往上呢，万一在很挤人的时候呢，被挤的时候呢，你有可能这个人呢就是全身被压迫。那压迫呢，如果到达这种压迫的力量到几十几百公斤呢，你可能胸腔没有办法扩张，那这时候你要进行一个胸式呼吸就会有一个困难。踩踏未必是主因，肺部没空间呼吸，无法进行气体交换便足以致命。台大医院急诊部临床教授李建章进一步指出，人潮推挤时压迫头部颈部，血液无法回流心脏，也会造成窒息性死亡。那女生呢，因为比较瘦小啊，然后也可能比较长得比较矮一点，所以呢很容易被人群淹没，甚至呢说不定连口鼻这个头部的位置都比较低一点，胸腔的肌肉比较少呢，然后或者是被挤压的时候，女生的肌肉力量也比较难反抗呢，就可能造成现在的结果，就看到南韩这样大部分死人以女生年轻女生居多了。防灾专家高世峰用2尺画出空间，里面站越多人危险性就越高。你每平方是5到6个人，就会产生一种叫骨牌效应，一旦有人跌倒或推挤，就会像骨牌效应一样。那如果每平方是10个人，那我们叫做群集雪崩，
也就是任何的防范措施都没有办法，只要一有状况，有人跌倒或有人推挤，全部就会没有办法生存下来。如果不幸深陷推挤环境，甚至跌倒，维持这个姿势或许还有保命机会。水平立的时候，承受到重压的时候，各位一定要记得双手交叉在胸前，保护你的胸腔、你的肺。当你跌倒的话，除非你隔壁的人会用手搭肩围起一道墙，还可以帮你一下，那否则几乎都没有机会。那我个人还是强调，如果每平方超过十个人，你做任何的措施都没有机会。高世峰分析，每平方公尺占五到六人，紧邻的民众虽然异物会碰触，但仍然可以捡地面物品，身体自由转动。但当增加至七到九人，肩膀和手肘就已经感受到压力。假设每平方公尺攀升至十到十一人，手便无法上举或放下，身体感觉痛苦，甚至引发惨叫，届时再怎么抵抗，恐怕都徒劳无功。创伤事件的定义大概就是说跟死亡相关，然后或是暴力，或是性暴力。那它就是大量接触，比如说或是亲身经历，过度警觉、过度警醒，比如说变得睡眠睡到一半容易惊醒，或者是比如说 被容易被吓到，或者比如说容易发脾气，就是整个人可能就处在一个比较紧绷的状态。精神科医师单嘉琪表示，梨泰院事件部分幸存者可能罹患创伤后压力症候群，就怕终其一生都很难走出阴霾。 TVBS 新闻罗世鹏、戴元丽台北报道。慢慢走，不要推，不要挤，这边有楼梯，请小心。密密麻麻的拥挤程度，人群呈现前胸贴后背，这是从2021年跨到2022年的新年第一天，台北101周围几乎都是像这样人挤人，塞得跟沙丁鱼一样。这边出口管制，稍后下，不要再走了，谢谢。上上上。消化跨完年后的人潮，加强人员疏导管控还不够，42小时不打烊的北捷除了增加捷运班次，同时启动市府站与101世贸站采取40部分列车过站不停，手机 APP 也能查询拥挤程度，依照灯号来避开拥挤人潮。周边管制区的 U-Bike 暂停租借还有这个大招。把疏运讯息套用洗脑旋律，北捷朝天团年年出动，除了各式表演，还有有奖征答、冷笑话、猜谜等团康互动，就是为了能让疏散人潮更加顺利，还能达到缓和情绪的作用。哎，我们有实施好几年，我们是觉得效果都还不错。大概有分三级的管制措施，因为在车站内的密闭空间啊，我们在月台有一个管制措施叫月台疏导管制，然后第二层呢就是收费闸门，在大厅收费闸门的疏导管制，以及出入口的疏导管制措施。每到跨年就是如临大敌，看看台北101跨年晚会在疫情前参与人数每年都落在40到50万人之间，而2021年的跨年光是半夜12点到凌晨2点，统计市府周边包含了市府、永春、国父纪念馆、忠孝东化等7个站点，短短2个小时的捷运进站量就达到11万，数量相当惊人。台北市常常有一些那个游行的活动，属于带状的活动，主要的管制就是大概在活动的聚集点跟最后活动的解散点，以及沿线经过临近的一些捷运车站。演唱会大概也是我们关注的焦点之一，不过因为它是定点然后例行性的举办，所以我们有经验来做这些人潮的疏导，使出各种措施避免人潮拥挤危害发生，每个环节都不能少。南韩3年来首次无口罩户外派对，万圣节的梨泰院吸引10万人涌至狂欢，却演变成大规模死伤悲剧。在冲击悲痛之际，台湾也得以此当借鉴，强化防范危害的力道。台湾在八仙城爆之后有定了很多大型群聚活动的管理规定，那台北市也定了一个大型群聚活动安全管理自治条例的部分，就是说你在1000人以上会持续2小时的活动都要来送市政府的审查，整个活动还是要依照实际的状况来规划。跨年活动来讲，市府警察同仁的部分也会在各个节点结合义警义交做个整流管制，另外就是在整个紧急救护的部分也会在各个点去配置，包括救护站也在中间做了一个所谓的紧急通道。
迎来后疫情时代，各地纷纷出现了报复性出游人潮，像是今年台北士林的白昼之夜就出现了没预期的爆量人潮。北市文化局以动线规划采分散式展场设计，并且透过工作人员指标系统、折页宣传及网站数位地图等方式来加强人流管控，处处不可不慎。医师也进一步提醒，出发大型活动之前得先做好六大评估，包括了地点在哪、目的为何、还有可能的人数概况以及参与者的组成，持续时间也是重点。另外对气候的观察也不能少，这些东西在大型活动之前个人应该是有思考或是评估，提前准备。可以预期大型的活动、大型的旅游会在各个国家甚至在国内外会出现，我们称之为报复性的大活动。有了韩国梨泰院前车之鉴，年底就要到了，一波又一波的盛会连番登场。面对大型活动，不管是超前部署还是可能的危害应对，更显得至关重要。体育新闻，萧映强、陈文月台北采访报道。大批人潮拿着手机看，一窝蜂挤进来。2016年当时的宝可梦之乱，为了抓到好宝，北投公园、新北投捷运站附近的抓宝人潮超级多，现场拥挤的情况都快瘫痪整个新北投的交通。有鉴于梨泰院踩踏事件意外，台湾在跨年人流的控管上，地方政府有相关规定。台北市政府前广场呢，就是跨年晚会的举办重要场地。有鉴于人潮非常的多，现在在地方政府呢，也有订自立条例来管理大量的人潮聚集。台北市政府针对大型的这种活动的集会活动，其实我们都有针对一些安全还有交通的维护来做一些计划。那有的时候像是这个捷运站要是人潮比较多的时候，我们甚至会有警力到现场去安排，然后呢把人潮提前的疏散。人一多，相关机制就会启动。台北市在2002年通过特定场所容留人数管理规则，舞厅、酒吧、大卖场等公共场所有容留人数总量，人数超过限制就不能进入。2018年北市通过大型群聚活动安全管理自治条例，只要超过1000人，持续超过2小时的展览、博览会、灯会等等，主办单位都必须提出完善的相关计划。其他像是台中、花莲、高雄等地方也都有相关条例。相关的大型活动其实都要通过一个预审的机制，包含像是我们的环保局、交通局，甚至是建管处，那各个局处会联合进行一个预审，针对里面的活动场域、舞台的架设、还有安全维护计划等等的计划先来做一个预审。那这个预审的目的呢，其实除了让市府可以预先做防范之外，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希望活动的举办人务必要了解到举办这些活动其实呢有很多的风险性。有规模的申请可以事先预审，但若是突发性的活动吸引大批人潮，北市府也会启动相关机制，警方单位会立刻动员。但目前台湾没有严格修法管理大型聚会活动，只有地方政府拟定自治条例，未来像是选举造势、跨年或灯会场合都还是有危害风险。风灾、水灾我们是有预警系统，可是对于这种大型群众活动的聚集，我们也需要情报的收集。像这次梨泰院，它事实上没有一个正式的主办单位或者是官方来办这样的一个活动，但是因为人流的聚集造成这个过度的拥挤，我们怎么样回馈到管理，这就是我们目前所面对一个很大的课题。很多年轻人过来这边朝圣，那刚好这次碰到疫情解封，再加上6日2天假期，所以因此吸引了非常多的人潮来这里。那其实梨泰院的话，大部分店家都隐身在那个狭小的巷弄内，而且巷弄的话斜坡也很多。回顾这次梨泰院意外的发生，地点是属于地铁站外的斜坡窄巷。台湾这类的城市样貌比较少，但还是有类似的场景跟情况。例如像是基隆天母一带才会有这种斜坡可以看，最知名的就是新北市的知名景点九份老街。为了抢拍街道美景，人潮挤得水泄不通。这是九份知名的上坡楼梯，疫情前的过年盛况相当多人，因为这个地点可以拍摄山水风光还有城镇美景，常挤进大批人潮。虽然这几年受到疫情影响人潮减少，但解封之后日韩客回归，人潮一多就得注意相关情况。九份这样的一个山城它过去我们可以看得到，就是说只要观光客很多，那进到这个狭窄的巷弄里面那整个人挤人的情况也是非常的严重。那这些所谓的由环境本身来引发的这样的风险，
是我们主办活动或者是周围的这些店家或者是我们的地方政府应该要特别注意的。台湾的话，我想可能是过年期间的话，比如说夜市啊或是一些景点啊，可能人潮会比较多一点，潮比较多的地方可能会多注意一下安全。梨泰院事件震惊全球，台湾也得引以为戒，相关法条尽速上路，未来在大批人潮聚集上安全更有保障。 TVA 新闻主播黄来明台北采访报道。掌握全球情势，国际新闻全新选择 YT 频道 TVBS 国际 Plus， 扩大视野，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